各位，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三个啊非常非常有趣的挑战项目，依次来进行。有一个好消息，同时也可能是个坏消息要告诉大家。是否参加接下来的挑战，完全遵循个人意愿。哎，通常你知道我在这种时候，就我这种人就是特别争强好胜，我就总觉得怎么着自己得来一个环节，得努努力滴滴汗，不然就觉得自己有点过意不去。哎，已经加倍了。已经加倍了是吧？你看看跟他们俩比起来，那叫加倍吗？来，第一个项目其实挺舒服的，没有那么费力气。第一个项目，瑜伽球平衡。挑战的规则是，谁能够在四肢不着地的情况之下，在瑜伽球上待多久？然后每人有三次挑战机会。你们谁先来？要不然还石头剪刀布呗，这样公平。石头剪刀布还是？石头剪刀布吧。石头剪刀布。输的先。配丁可。又是你。这为什么会这样？这是命中注定。石头剪刀布。周有良啊，哇，可以开始，哎，可以，很棒，哎，可以，不可以的，好，怎么可以啊？哇，周有良真不错，潜力股，加油，衙门前的。我很凶的，第一次九秒，九秒，然后找到感觉。我在找这个球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，厉害！不要坐上面啊，不要坐，不要坐，不要坐上去啊。OK。我能待到杀青。加油加油加油，非常好非常好。好了，来吧。1分13秒。我还行。会不会我们四个比完他还在那儿呢？由于时间关系呢，我就只能到这儿了。多长时间啊？1分52秒。1分52秒。你袭了。你这会不会逆袭的太早了？先导片你就逆袭了。哦，对，再来一条了要不？哎呀，你前面可能就后面全坐上去了，大腿，啊，大腿全坐上去。其实上很简单，上就是先把。不是一开始上不去。对你上去的时候你不能。不能这样。对，不能这样。哦，就是等于说还是坐的。对，坐上去的时候尽量是双腿打开一点，先把球拿回来，然后身体往前倾。啊，对，是双膝跪在上面。哦，就是这样，他现在是标准的。对，那九良，那就可能意思就是说，刚刚这个对不算。哎，早说呀，你跟早打断过，你这不算啊，重新开始。我感觉让你提炼一下自己的，对，练的是自己的嘛。深有感触是吧？早说呀。谁？你的笑声。喜欢听吗？来，哥给你笑一晚上。所以我刚刚在就是群里就一直。我们来看一下徐梦洁的成绩好不好？我们慢慢来。1分13秒，一分十三秒是徐梦洁最好的成绩。好，下一位。哎，我试试看。试试试试。我真的觉得九良这个还不错了，核心稳，平衡核心。哎，不行，我不行。3秒，三秒。等一下，教练，等一下。我们看看九良的成绩，现在已经40秒了。40秒了，对。九良，40秒了。妹妹，没有压力啊，九良都40秒了，没压力，没压力。45秒。45秒。时间关系，时间关系。我不行。还有一次挑战机会，还挑战。放弃了，放弃了。太悬了，可以抓到9秒。他会往后哎。袁飞第二次的成绩是4秒，四秒。还有第三次，第一次3秒，第二次4秒。我超越了自己。
加入踏入这个双数的区域啊。全场的目光聚焦到孙安飞的身上。第三次的成绩会是多久呢？开始。妈妈。继续继续加油。妈妈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可以。十秒了，十秒了。其实你在这种时候要找稳定。对，平衡平衡。等一下。我觉得你已经找到了。等一下。有感觉有感觉有感觉。哎呀。背挺起来背对。我挺不起来。哎，其实他可以，他每次都救回来了。哎呀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啊，等一下，哎呦，哎呦，四十一秒，四十一秒，四十一秒，跟我差不多，跟你差不多。下一位，我跟这个能力野兽一组，好吓人。但我不是平衡野兽啊。我，不行。教堂。没事吧？我的妈！要不别比了。手弄了吗？没有。手看看是脸着地吗？是脸杀吗？没事没事。吓死了！这好难，我试试。小唐先试一下。志林哥这边非常标准，非常标准。然后马上要进入到四十秒。这个一定要专注，这一秒钟晃神就那个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重在参与，累死我了。志婷一分四十五秒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我觉得我这边结束了，那边都不一定结束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不行，我平衡力本来就很差，我手到现在还是软。现在特别像两边各忙各的。我连这个球我都上不去。可以把这只手再往前一点点，你可以的。试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别向前哦，我要放了哦。哎呦哎呦哎呦！两秒。膝盖，膝盖，别这么贵，别这么贵，慢一点。三分钟，李志廷。还有两次机会。缓一下，缓一下。小心啊，真的小心，别受伤。我跟你讲，这该死的胜负欲又让我就是完全没有胜的可能性。他已经开始高阶挑战了啊！三分三十二秒！哇！好，快哦，最后一次，来。好，准备，我放手了。好，两秒。好嘞，我努力过了，我努力过，人生的耻辱杯立在了这个球上。两个男生同时来吧。可以。好吧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走。我觉得跟你们分析一下局势啊，现在志廷是三分多钟，我觉得第一名应该是比较稳的。所以太棒了。对，第二名现在目前为止是徐梦洁，她是一分十三秒。所以你们俩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超过徐梦洁的话，你们就可以挤进前三，最起码能确保前三那个位置。他们俩如果都比一分十三秒多，徐梦洁你就也加不了分了。啊？哦，要前前三名，所以必须要超过一分十三秒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重在参与。第一名，请吃清补凉。可以。我做完四十五秒，我觉得很不错了。别结果一个挨一个的，这一分多钟都。结果逆袭还是？啊，不提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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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加油！加油！啊！子怡是一分四十四，一分四十四。你要再次挑战吗？我再试一下。好。其实这种球它很考验我们的核心力量的，对，你得 hold 住你的手腿。我都是没什么力量。陈有为三分钟。哇哦，陈有为第一名要挺吃清补凉哦。凉。哎，别别别，你稳住。你要再坚持二十秒就可以超过志廷了。就一旦到开始的时候，其实人的心里就会不想放弃，就会想要坚持。哇！三分三十六，漂亮，可以啊，弟弟。
你找到你的本命运动就是平衡的东西，真的。现在已经不会了。不是，就是你水上的东西都可以滑。去当狮子。我感觉以后有冲浪的项目可以让他，他应该会稳啊。哇哇哇！这都能救回来。稳住！不服！可以可以，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哦哦！哎！2分36秒。2分36秒。Nice！ 啊 ，Nice！ 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公布一下本轮的成绩的情况。本轮第一名的获得者是陈佑维，成绩3分36秒。然后第二名的获得者是李志廷，成绩是3分32秒。第三名的获得者是王子毅，他的成绩是2分36秒。好了，其实相对而言，我说句实在话，我觉得这一轮可能女生反而会更有优势一些。如果腰断了，大家腿还有劲儿把自己拉过去，是不是也算？对折解决，对折。那也是人间奇迹。我觉得这样，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方法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每个人两次，对不对？要挑战最简单的人，有吗？像拍卖一样。来，要挑战第二格的，有人吗？就直接最后一格吧。因为每个人只有两次。只有两次。他们还可以再回台，如果过不了，他们可以再选择高。要挑战第三格的有吗？太高了，他太高了。我来吧，我来吧。我估计只能在这儿了。来。王子，你要不要就在这挑战了吧？跟我一起吧，先挑战这个。你们俩一起了。对啊。咋了？没看见？过了。别闪着腰。没事吧？没事。闪着腰了？没有。你行啊，小伙子。碰到了，碰到了不算。可以可以。哦，九良，你还是有点的。Let it go。也太简单了吧！接着往下降。这个该我了，这个该我了，不行了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牛。我试试。喂，可以的。碰到了，碰到了，那怎么办？碰到了就浪费一次。赵唐，看你了。可以可以，小心，含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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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挑战失败啊！哎呀！好，所以陈伟的比赛也结束了。来，你先试。起，顶住，顶住，碰到了。小唐的比赛也结束了，接下来这个高度还有人要挑战吗？不，我试最后一次。你就稳住。哎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目前为止并列第一是九良，还有 CC。等一下，出现了意外情况。什么？他又不服了，他要来试一下。对，你们保护他一下，你们保护他一下。我发现了。王子毅玩这个特点是什么？慢不了，要快。就你让他慢，他反而不行，他得一下一口劲儿过去哈。那这样很聪明，因为没等到要使用这么多耐力，都赶紧先站稳。对。听我说，听我说，我帮你们算笔账。只要现在能过这个，基本上最起码能保证他是差不多第二名了。有人过这个吗？没了是吧？我过吧，过过过，我感觉我下面过不了。
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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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完全 OK 的。你没有机会喽。可以，没事，我们并列了吗？现在徐梦洁觉得自己可以。没有没有，那我现在没有其他选择了呀，八十我过了呀。对对啊，这题要是我就努力过这个，然后我最起码是个第二名，然后徐梦洁让他爱过几过几，本来他就有优势。那也是，你说的对。但是问题是，如果你过了的话，你就把其他人刷成第三名。哦，会这样？会这样。为什么？但当然过的度是一样，他们也是过八十，我也是过八十。不是，如果你过的是七十，你就把那些我过不了七十，咱别开玩笑。那你就过吧，这悬念都没必要。那你就在这过吧。我还在犹豫，我好害怕。扶着你，大家都可以保护你。等等，他们保护你，他们保护你。来，保护好，等一下。哎呦，哎呦，不行不行，算吗这？服了服了，好吧，失败了，尝试了。上徐梦洁，那我试一下，七十。七十，谁要七十？梦洁。七十吧，没有必要。或者我放弃吧，反正我也是八十了。当然要试一下啊。交交交，这怎么搞？但也应该差不多。哦哦，就他就到我那个情况了。哦哦哦！我天，我超越了自己。所以在刚刚的环节当中，获得第一名的恭喜徐梦洁，获得第二名的有自己举手吧，一个名单，第二名。四位，第三名就是志婷，恭喜恭喜！好了，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下一个项目，就是我们的气球击剑。那这样好吧，我们男生来一局，女生来一局。好，我跟子一可以。好，那你们俩一组。咱俩先来吧，先来吧，那就先来吧。嗯，不是那个绿的，是女孩的吧？哎，不对不对，你那个有号吗？给他换个号，那是女孩的。这是女孩号。你穿女孩的？没没，他穿的是男孩的，男孩的。我刚想回头喊一句，让朱九良反思一下，原来你们整错号了。开始吗？开始，我喊三二一啊！三分钟时间，三二一，计时开始。三分钟时间。Oh, nice.好可怕！一比一的交换，哇，还带假动作是吧？哇！哇！哇！没事没事。哇！陈胜真气啊！球场有优势是吧？哦。右维现在还剩四个球，九良剩三个球。啊！不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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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最后一分半。哦！近身搏击，还有最后一个。啊！一比一。最后一个球，哇！哎，五，怎么丢不起打的一个战士？二，好精彩啊！这都行，逆天改命，原来逆天改命就九零，快勒死我了，这个衣服。哇！
精彩精彩，第一场太好看了。来，第二组出战的是谁？来，三分钟计时开始，加油！我先跑了。这么友好吗？你试一下，你先试一个，你试一个，找找手感。你看他都，他这样都打不爆，要打这么用力吗？打死我的屁股了！哎呦，哎呦，往后，往后，往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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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属于防守型的。好疼。现在徐梦洁还剩四个，三个。他们俩像不像那种刚学什么东西那种小学生？可可爱了。你干嘛呀？不是，你干嘛？我忍着一点。我都不舍得打你了，徐梦洁。你打我，打我，打我。太可爱了。还有最后三十秒，哇哇，急眼了！小唐如果基本上守住自己的球，就可以锁定胜局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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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比赛结束。好好看。累不累？累，负荆请罪。不是，但是这个真的很难打。你们两个像相扑选手。哈哈哈毛那个呜呜哈世纪之战哦。这算吗？不算吧。好，李佳亮，让我记住你的脸。哥，哥，哥，兄弟，好好看。三分钟计时开始。全爆了，全爆了吗？啊，没了，爆完了。时间多少？我知道跟他们俩打肯定是这个后果。朋友们，刚刚这场比赛只进行了22秒。哇哦！精彩精彩精彩，真的很精彩。咱俩比啥呀？表演秀，你们也有那种表演秀，到你们了，我都不敢上了。来来来，体验一下吧，就当体验。来，各位准备好啊，三分钟计时开始。来了，哇哇哇哇哇！武器飞出去了。宋元飞，我万万没有想到昏掉的是我。笑死了！我这里不知道。你们俩刚才是闭着眼打的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真没看到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只是一个小小的成语，飞来横祸。来，继续，继续，继续。还有两分钟，两分钟。我数一下，战况现在是五个，然后这边是五个，哇，5-5。
他们俩挺猛的啊、哦！加油加油！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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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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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四比四现在，有那个拳击的感觉。哦，打打掉两个，不要把背身弄太多，防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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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哦，最后一个，哇哇，哎。自爆！自爆！哎，自爆！自爆！自爆！哎，有个逃兵，既然都这样了，笑死我了！我最后那个气球是被吓死的，这属于狼人杀当中的一种情况，自爆。恭喜！讲真的啊。本来这个游戏我完全没有想过会玩这么精彩，就各有各的妙，大家都非常非常的辛苦，恭喜你们完成了可能在综艺史上都非常精彩的一幕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